你欢迎临时会长，什么都通过，那侬今天进行条例修正案哦，提悬那侬即今天请你的门槛，由现在侬保年资六个月，提悬到十五年，未来投保侬保十五年，才当请你专业，那侬今天七千块，加保六个月以上不满十五年者，那侬今天是减半。为了防止假农民清点老农津贴，立法院临时会二十七号三读通过《老农津贴暂行条例修正案》，提悬老农津贴清点规定，由即卖的农保年资六个月提悬到十五年。修法进程已经加入农保的人，六十五岁时阵农保年资累计到六个月，还未满十五年，即会当领七部的津贴三千五百块，年资达到十五年，即会当领专业的津贴七千块。投保的人也需要涉及在国内最近三年每年居住台湾超过183天，才会当领老农津贴。农委会强调，修法对已经领津贴的67万老农民，权益无受到影响。对现有已经在领取老农福利津贴的农民，完全不会受到影响。而且已经在保的农民，还有相关的配套措施。不过，农民团体批评。包括农村再生条例等重大农业法案，拢伫临时会过关，未免太过啰嗦。农村再生条例也是在这种临时会闯关嘛，现在这个也是在临时会闯关，所以我们很想要问那个农委会的主委，难道你都知道你的政策不是站在人民的立场，所以才要这样糊弄过关吗？农会强调，条文公告上路了十五年，初步估计政府每年平均会当省30亿的经费，将会当用来农民产销辅导，照顾更加侪农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